接下来我们继续进行下一章的主线任务。之前我们在地底下大概就待了一天左右吧，一个晚上，然后结果地上就过去了一年，地下一天，天上一年，里面天天反掉了。然后我们直接进行主线，这也是一年之后的上面，然后也是换了政府。这是什么东西？阿德罗也是钱，之前是一封信的啊，就现在你又工具的啊，就感觉又要过一年才能回来。阿德罗随传随到啊，他给我，然后给我造什么东西吗？在哪？还好是掉到这个钢筋上面。他要是直接掉下去，那不好玩，我还捡个屁！让他们发现有什么召唤内壁的方法了吗？哎，这人好假哦！感觉好像我在装定时炸弹一样，还有这种声音。这要送到哪儿的？看一下，145，112，我们走是112的。哎，走，好，切，切。这个话被打当然屌，也不能把它放下，真坑！好烦哦！那其实这个有时候操作挺麻烦的，被打一下东西就会掉下来，但是问题是，有时候这东西不能放出去，它一丢出去它就会炸裂。摸两个了，好蛋疼！这不知道是一下装了两个，还装了一个上去，还是装了一个。还是会有内壁出现哦，我觉得先强装吧。一的吧，
第一个。我觉得我还是先把下一个点先走一遍再说吧，这样的话，每次都得丢一次再跑一趟。又摸两个呀，看一下位置在上，十有八九又有出怪啊，没有，这次倒没有出，挺算是比较方便的。跳下去，真好烦哦，好，感觉他就会马上就会摔下去。哦，不用带他去吗？这是一个什么东西？踢不死，好像现在大局好像有点弱的。调位这样全解决，应该就算结束这个任务了。我们把这个珍奇宝石给吃了。这装置所发出的微弱的中立场，有时候会把那笔吸引过来。我当时就忘记自己是谁了，我感觉能提到吗？咣，我去打就是。好像走得好快啊，这边来着。那我们就装好了全部。莫名出这种，靠，太猥亵了，是。
哦，这人是上面，我搞错方向了。重武器应该是，我记得是升满了，所以这已经是输出上限了吧？哎，这货还活着吗？这是最烦的，他会躲，然后他还会很快的进行攻击。哎呦，靠！差一点。这个更烦了，但毕竟还会打不到。莫名其妙，找个好点的角度，然后上背。绝了吧！没有满 ，OK。我把血吃满，然后回去。调查已经完毕，一切就啊。自爆！他们把什么东西给炸坏了吗？靠！靠！我已经变成万事屋了。要干嘛？哎，刚才不就是纸上面的吗？怎么现在？他们好像这个人果然是另有目的啊，这个人恶心哦！
看来真正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啊。